今天来带大家一起看看星巴克液氮提袋里内容物，有毛茸茸雪兔提袋一个，香草风味棉花糖50公克，以及摩卡可可饮品粉三包。提袋的正面是表情很安详的闭眼雪兔，背面有一球尾巴，表面摸起来是很柔软的绒毛，兔耳朵上有星巴克字样。我把内容物都装到雪兔提袋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感觉，可以装一些小东西，耳朵就是提把。接下来我把摩卡粉倒进装有4粒棉花糖的杯子里，再加入一瓶220ml 的热牛奶。其实正确做法要先用50ml 热水把摩卡粉泡开，再加200ml 热牛奶。我没有加水，所以一阵搅拌之后还是有一些没化开的巧克力粉，喝起来是超级香甜的巧克力牛奶，棉花糖变成一种入口即化的状态，真的是一含住就瞬间消失。今天是冬至，来一杯热巧克力牛奶加棉花糖，我觉得很赞。喜欢今天的圣诞商品心得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以及留言哦。希望大家有个温暖的冬至，拜拜啦。